东西南北，春夏秋冬，二十四时，黄帝内经依循天地之道，认知生命本源，顺应自然规律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性。北京中医药大学屈黎敏教授为您讲述中华几千年的养生智慧，敬请收看名家论坛五周年特别节目《黄帝内经》。上一节我们讲到古时的人，上古之人是怎样去生活的，他的很核心的原则就是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今时之人则不然也。那么现在的人是怎样去生活的呢？他说以酒为浆，就把喝酒啊当作喝水一样，好像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可是经典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家去想一想，喝完酒以后我们会经常怎么样？喝酒实际上酒可以让我们丧失理性，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像保持，就是像一个非理性的一个状态。所以以酒为浆指的是，实际上是说现在的人都在做非理性的事情。他这个是《黄帝内经》里边说今时之人都在非理性的事情，不是你该得到的东西你也偏要去得，所以这就是属于不在你的理性范畴之内，而且是以妄为常。以妄，妄就是胡来。常是什么呀？常就是我们原先讲的东西南北春夏秋冬，那个常是不变的。而我们现在是胡来，胡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这个时间段你就不去做，该结婚的时候你不去结婚，该生育的时候你不去生育，不该生育的时候你又来生育，这样你想生育就不太容易。所以这就叫以妄为常，不该你得的你也想去得，这都叫做以妄为常。你本来都知道去那个网站啊，去那个去上网不好，可是呢别人一让你去你就去了，这不都是你没有理性吗？你不能掌控自己啊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最关键它在告诉你，人一定要掌控自己。然后还有以妄为常，还有一点，我们平常说好，我人岁数大了，我现在可以做到我不胡来了，我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该那个吃饭的时候吃饭，可是呢我还是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还有一个毛病，人除了这些欲望，你说我现在人老了，我也不追求大房子开车这些东西，年轻人追求的东西我都不追求了。说句实在话，人还有一个欲念是去不掉的。什么欲念呢？就是名，关于名的欲望。我就不写了，关于名的欲望。比如说这个名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可能会表现在哪儿呢？就是说的老想让别人说自己好。你看有一些老太太，她的病就不好治，她就老想管着这些孩子们的事儿，管闲事，然后呢别人又不听她，又不说她好，她就生气，她就郁闷，所以她的病就老好不了。这个老想让人说自己好的人啊，然后老时时刻刻都担心，都害怕，怕得罪别人，这种人一定会肝郁，肝气一定会瘀滞。因为你老憋着，你说我又做错什么了，他怎么又说我不对啊，这种人就一定会肝郁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在这里《黄帝内经》讲的是什么呢？在讲习性造病的问题。其实我不太听有一种，就说比如说你去看病了，有人就说你没事儿，你这是遗传，我很不爱听这句话。所谓遗传是什么概念？其实在中国文化里不存在遗传这个词，中国文化还怕你是不孝子孙呢。古代的是这样啊，我们现在是说不孝，不是这个概念，古代是不孝，孝是什么？肖像，还怕你不像你爸爸呢。
因为这句话是骂人狠狠的话，你要不像你爸爸的话，你就有可能是野种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狠狠的一句话，古代还怕你不像呢。所以所谓的是什么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轻易的谈什么遗传的问题。在中国古代文化里，你要说它是遗传的话，首先犯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大忌，就是不孝，不孝顺，就是爹妈给了你这条命，然后最后你得了个病，还赖是爹妈给你的。你想想，这是不是不孝顺的一种？那所谓的遗传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你和你父母的生活状态、生活习惯、情志，方方面面都太一样了。你爸爸就受了你妈一辈子的气，然后你找对象的时候又照你妈的形象去找，然后你又跟着受了一辈子气，所以你爸是肝癌，你也是肝癌，是因为你们俩的习性太一样了，是因为你们的生活习惯和你们的情志在这方面，你所受的教育这方面太一样，所以这叫以妄为常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说古代人不是平平常常就写一个，就是光老喝酒不对，然后呢老去胡来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一定要有理性，要能控制自己，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同时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包括情欲，方方面面的都要能控制才可以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就是说罪已入房，以欲结其精，都是最后他总结，他怕你前面不懂吗？他告诉你，以欲结其精，都是因为欲念而耗散了你的精，都是你的欲望给你造的病。然后呢，以耗散其身，因为你的喜好丧掉了你的真阳元气。不知持满，不识欲身，不知道持满，不知道，实际上就用我们现代话来说，就不知道知足，老追求外在的事物。现在人为什么烦恼多，就是因为太往外追求了。古代人为什么烦恼少，都是因为他向里追求，追求身心的那种修养，所以古代人他就没有这么多的烦恼。现在我们向外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五子登科、妻子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这些通通通通通的全都要，全都要要。那车真的对你很有用吗？车你天天开着车，没准还造成了你的，由于你经常的不运动，然后呢最后还没准还得弄一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什么的，因为你的运动量小嘛。其实人的生存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，但是人的欲望是太不容易满足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是讲根本性的道理啊。大家不要老想着说，哎，大夫给我治治病吧，你先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了，你的病就去了一半。现在老讲究改变人的思想，就不知道改变人的习惯。你先把姿势坐正了，你的脊柱、你的颈椎就不会太歪了，你的气就能上来的顺畅一些，你就不会腰酸背痛、腿抽筋了。你先把你的生活习惯啊，这些都改变。所以说，不知持满，不识欲神，不按时的去驾驭自己的精神，不懂得驾驭自己的精神，勿快其心，只知道痛快了为止，宁余生了起居无节，故半百而衰也。这样的话肯定会半百而衰的。这是在讲习性造病，就是人为什么会得病，一定要先找到得病的原因啊。那么下面这段话呢非常的有名，大家回去天天就念到这句话，就能身体健康好多啊。叫做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，皆谓之虚邪贼奉，避之有时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病从哪里来呢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都教育大家虚邪贼奉，就是坏的地方、不好的地方你都不要去，避之有时，
不好的事物你就不要去沾它。然后最关键的是这句话，叫大道总纲，是这句话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这先告诉你，你看《黄帝内经》第一篇，先告诉你怎么能够不得病，而不是单纯的医学告诉你怎么治病。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他先告诉你怎么不得病，那么怎么才能不得病呢？叫恬淡虚无。这个恬淡虚无啊，在这里啊，恬淡虚无可是境界啊。恬淡虚无可不好得了。现在各种啊，这个家那个家都在谈什么？比如说都在讲说，我们人一定要追求一种淡定。淡定怎么追求啊？我听着那个东西我都空了。谁能定下来？苏东坡大家都知道，比我们有修为多了，对不对？苏东坡是比我们有修为的。苏东坡有一天淡定了，苏东坡说什么？苏东坡说我定住了，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，哎呀，悟的呀，悟到底了。他说我八风吹不动，说宇宙之风啊，四面八方的风都吹不动我了。你看他多定啊，这是定力啊，定力非凡啊，八风都吹不动了。然后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太好了，于是他就把他送到江对岸的一个老和尚那儿去，叫书童送过去了。老和尚就写了一个屁字，然后写了一个屁，苏东坡一下子就生气了，过来就马上过江，就找老和尚说，我如此淡定之境界，居然让你说了一个屁字。然后老和尚就笑了一下，就在上面加了几句话，叫一屁过江来，说你都如此淡定了，我一个小小的屁。所以实际上在苏东坡里边，那个名，那个好胜心啊，差得远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屁，一个小小的屁，你八风啊，风和屁哪能比啊？一个小小的屁就可以让你马上跑过来，你定在哪儿了？所以淡定可不是容易淡定的。所以我们要想淡定啊，这淡定是境界。那怎么能够淡定呢？他告诉你，精神内守。精神内守，我们原先讲过精神。精神内守是淡定的方法，一定要记住啊！精神内守，我们原先讲过，精是肾，肾精要足可以定，神是心，所以这就是什么？心肾相交的那个能力，就是心和肾他们之间的发生作用，那个功能要强了，我们才能淡定。而这个功能要想强，就得内守，一定要守回来，这个是方法。所谓要想让心肾相交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其实有好些啊，就是好些方法可以做到。我们原先啊讲过，就是比如说心肾相交，我说过拿一棒子给你打懵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吧？打懵了也可以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锻炼心肾相交怎么办呢？实际上有一些动作，比如说有一些老太太在家里，老头老太太如果有血压高或者是心烦气乱的毛病，可以去做一些动作，就是手上我说过，心经的脉是走的劳宫穴，对不对？劳宫穴在这儿，然后呢，肾经是血走于足心，肾经这条线啊，是一定会到达足心，有一个穴位叫做涌泉。所以每天你就用你的劳宫左右两手，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
可以去搓你的两个脚的脚心，这也可以达到某种心肾相，这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方法。从中医学上讲，这就叫，这也可以通过外在的方法看能不能达到心肾相交，心包的劳宫和涌泉去对搓，这是一个方法。那么总而言之啊，精神内守就是当你的精和神都特别足的情况下，你才可以淡定，才可以达到这种恬淡虚无的境界。所以这就叫精神内守是方法，恬淡虚无是境界，真气就可以从之。真气啊，就是元气啊，就可以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去活，去运化和收藏，而不需要你外在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样呢，就是病安从来。病还从哪儿来呢？你心肾如果能相交的话，你还从哪儿来病呢？其实古代不仅是这样，就包括古代的所有道教的修炼方法，它的总原则都是这句话。你要想去修炼身体的话的总原则就是这句。回去好好把这句好好的去心里默想，然后知道该怎么去做。所以下面结论是，是以因此至闲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惧，行劳而不倦，气从以顺，各从其欲。至闲而少欲，不是让你这个人没有理想，没有抱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志向，你要有理想。志是从肾经来的，你要有理想，要抱。这个闲字在古代还有一个意思，它是边界的意思，所以是你要让你的志向有一个界限，你不能什么都追求。所以他怕你不懂什么叫志闲，后面又加了一句少欲。你不要让你的欲望太多，要让你的所有的那个欲望有一个界限，这样的话心安而不惧。你不动肾经了，然后心也安定下来了，你就不会恐惧，就不会恐惧啊，就不会东怕西怕，老怕别人说你不好。你干嘛老担心别人说你不好？你好好，你能好好对得起自己，你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呀？你连自己都不爱，你连自己都没照顾好，你有什么能力去照顾别人，去说别人？大家一定要慢慢懂这些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想清楚了，就不去多管闲事了。然后呢，是行劳而不倦，让身体呢经常的有所劳作。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体育锻炼的问题啊，就是说到底应该怎么锻炼。我们中国古代的锻炼方式基本的原则是不主张出大汗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们原先已经讲过，假如你得干燥症，你的唾液很少的话，你的口唇比较干燥的话，是因为你膀胱精气，就是太阳的精气不足，不能以气化，肾精上不来，所以这个唾，这个人体啊，记住这几个液体啊，都是从哪来的？我们里边的唾沫，就里边那个舌头上那个白白的那个唾液，是从哪来的呢？是从肾精来，是太阳膀胱精气化足给它带上来的。然后呢，眼泪是从哪来啊？从肝，肝开窍于目，泪水，泪啊，都是从肝来的。你迎风流泪这些毛病，实际上都是肝的，肝在中医里属于厥阴，是属于厥阴不收敛的问题。你就甭管它那个，你说我不懂中医这个词，那没关系，你就记住，泪是肝来的，然后鼻涕是从哪来啊？肺，鼻涕是肺的外线，肺气，肺气的外线。所以我们打感冒的时候打喷嚏是属于肾，但是那个流鼻涕是属于肺，肺寒，肺受寒造成的原因。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呢，就是涎，就是你口水，像小孩流的口水。你看啊，小孩为什么那么爱流口水？因为小孩对
中国文就是中医里讲，就是小孩子啊属于是后天刚刚开始生出来，他后天的脾胃还发育不太好，所以呢这个咸是从脾来，五脏六腑里从脾来的是咸，所以小孩子经常流口水，这也是说他脾胃虚的一个象。假如你也流口水，那说明你脾胃也虚了，明白吧？就说的，而且小孩子这个脾胃虚呢，那么脾是最喜欢甜味的东西，甘味的东西，所以小孩子爱吃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那是因为他脾虚，所以他需要用甘味的东西进去。还有一个液，就是身体里来的这个汗。汗是谁的变现呢？是心血的变现，心的变现，就是心脏那个心啊，心的变现。所以这个血全身无处不有，所以汗也有可能全身都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心，汗为心血的变现，所以呢，中国的锻炼行劳而不倦，它的原则是要不倦。身体再怎么活动，它不能超负荷的去工作。我们人体的锻炼呢，也不能超负荷，所以你不可以大汗淋漓。在中国古代锻炼的方法里边，实际上是要求出微微的汗，叫沾如汗出，就出一层细汗，那样对人体是最有好处的。然后现在你们大家以后要注意，锻炼的时候就要保持这个原则，不要出大汗，大汗就伤血，伤心伤血，这也是我们锻炼的原则。这样的话就会气从以顺，然后呢我们的人体的气脉啊，如果是通的话，各从其欲，每个人每个脏五脏六腑，因为它这是上古天真论嘛，它都在讲脏腑本性，每个脏腑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但你要记住啊，心脏的欲望和大肠的欲望是不同的，心要的是血，大肠要的是粪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从其欲，每个人都满足他自己的，皆得所愿，都得到自己该得的，你别去想得自己得不到的东西。所以下面这句话呢，实际上故美其食，任其服，乐其俗，高下不相慕，其名故曰朴。这句话本身也是老子里的一句话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能做到这一份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美其食，自己脏腑之间自己只得自己的该吃的东西，我该得到的是小肠得到的是液，我就要那个液，那么大肠得的是粪便，我就要那个粪便，就是美其食，就是以自己该得到的那个食物为美，特高兴得到自己那个食物就特别高兴。任其服，任其服是什么意思？古代的官僚啊，你什么级别的就穿什么级别的衣服，这就叫任其服。你不能胡来，你不能你自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没事在家里穿着龙袍，这就叫不任其服。甚至这种欲望是要有杀头之祸的，一定要记住啊，这就是守时和守卫，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守时和守卫的问题。你每个人守住自己的本分，你就可以不生病。五脏守住自己的本分，五脏就可以不生病。所以这叫任其服，乐其俗，只干自己能干的那种事儿，叫乐其俗，以自己的风俗为乐。高下不相慕，其名故曰朴。高下是什么呀？五脏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，别老那个心和大肠，大肠说的，哎呀，我太羡慕你心了，我上去待会儿，那人体不就完蛋了吗？对不对？这叫高下不相慕，高的别瞧不起底下的，别瞧不起大肠的功能，没有大肠，没有大肠的这个功能，你这个心的，这个心血的正常的运转也是做不到的。比如说有一个国王得了膏肓之症，膏肓之症就是心脏的毛病，这是不治之症。那么就说他有
到了厕所，后来等到发病的那天，他突然到厕所去，然后如厕陷而足，到了厕所以后就那个中气下陷就死掉了。你不要高下相慕啊，心脏不要羡慕大肠，大肠如果出了问题，你心脏也不好受。就是凡是心脏病人在大便的时候都要小心自己的那个，如果他那个气没有固摄住，哗啦一下全从下走，你上面的一下就会空掉。所以我们原先说过，中医问二便全是在问心肺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高下不相慕是很重要的，也是人性所达不到的一点。所以脏腑本性是无为的，所以其名故曰朴，它是非常朴实的。脏腑本性是朴实的，我们人是不朴实的，做不到这么朴实。是与嗜欲不能劳其目，淫邪不能惑其心，愚智闲不消，不惧物，故回道。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干扰你，任何外在的欲望如果都不干扰你，淫邪啊，淫邪是过度过分的意思，任何过度和过分的东西都不可以干扰你的心，祸乱你的心。这样不管是愚智闲不消，我们大家都认为啊，心多聪明啊，心主神明啊，心多聪明啊，那大肠多傻呀，天天从那就储存大便哈，那样的，这就叫愚智闲不消，就是傻的和那个聪明的，还有包括五脏六腑这些东西都不具物，都是各自满足自己的精足，故合于道。因此人的本性是可以合于道的，我们的身体本性是合于道的。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身体本性不好，是由于我们个人的欲望在里边。比如该睡觉，该十一点睡觉的时候，你就偏偏不睡觉，你非得熬到三点睡。而且实际上我们原先也讲过了，等到熬到三点的时候，实际上在熬夜当中最难受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三四点钟，因为那时候肺气开始全身心的来输布，把这个气血重新分配。如果这时候你再不睡觉，你真是要把自己伤透了。所以我们通常是到这个时候熬夜，说什么也熬不过去了，怎么都得去睡，这是身体的要求。记住啊，这是我们身体本身的要求。所以古代的人都能够度百岁而动作不衰，因此他这样就是身体，其实在这儿是说这个能够度百岁，身体本身原先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人体是把它耗干了，以其德全不威也。因为他德行特别全，因为他没有被欲望所迷惑，没有被这些所迷惑，所以他就不会出现危险性。这就是大道的总纲啊。好，今天现在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